展现团结力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现身新竹，拉起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林智杰的手，高喊动算争取支持。有人员退休，以前拢国民党诶，即届因为我参选，因为看到这么傲慢的蓝白河，终于受不了，前几天跟我讲，伊要三票过台湾啦、啊。团结人民，和世界民主阵营站做伙。共同守护台湾的主权。赖清德启动浮选列车，拉台小鸡，台下支持者兴奋摇旗。新竹艰困选区，林智杰拼胜选，除了有赖清德加持，这个还是要功夫的呢，这不是我们一般人做得来的。拿笔教书的手，戴起手套揉面团。总统蔡英文也特地南下新竹，合体体验做面包。对他做的 OK 吗？可以吗？好像不太像，好，没关系，屁股朝上。除了面包师傅，是吃货的小英总统也当起烹饪小老师，紧盯林智杰手中面团。林智杰在新竹住了18年，跟总统做面包，不忘为在地发展喉舌。我们关心区域也有这个地方面临的问题，比如说学区，比如说交通，希望未来进入国会有机会能够来协助这个区域做更多的建设。民进党团结一气拼胜选，四处走访拉台小鸡选情，候选人也全力以赴。三新闻张怀良新竹报道。